在短视频平台有一个不露脸唱歌很好听的小姐姐，可谓是在今年相当的火爆，她就是等什么君。她的原唱歌曲有木下、归寻、神念西风独自凉以及云溪客，只不过她之前以不露面的方式演唱了很多歌曲，不少人一直在期待她的庐山真面目，只不过在最近的几个重大节目中，等什么君终于露脸了。他也是摆脱了以前的形象，选择了大大方方和媒体以及网友们互动，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对于自己不用再用面纱遮面这件事，等什么君也是称，感谢所有喜欢支持我的粉丝们，看到网上的评论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，2021年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学习的，创造更多优秀的国风作品回馈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而且也会用新的形象继续从事演艺工作，虽然说少了点神秘感，但对于等什么君来说，能被大家再度接受和认可，无疑才是最重要的吧。